在心灵魂难以安排。你哪？无事事，你先落。好。哎呦，大姐啊，啊你昨晚才甲主文冤家，啊今麦笑眯眯，啊你是咧怀疑什么代志啦？我大姐吼，带阿敏去找主文啦，啊叫伊甲桂香订婚啦。桂香这个戆查囡仔哦，就是真是有迄个命，后来嫁主文咧。大姐啊，啊这摆翠屏转来，你是受气气，还是你头壳歹去啊？本来你是反对桂香甲主文结婚的。啊，今麦阁叫人去订婚，我所想的吼，唔是你粒头壳吼会当理解啦。我甲你讲啦，我叫朱文吼甲桂香订婚，安尼翠萍哦，才会死心啦。啊，朱文嘛未为着讲吼，迄小查某替伊生囝，啊戆戆，阁甲伊恢复感情啦，你知无？你吼烦恼伤多啊啦，朱文甲翠萍吼已经分开七年啊呢，啊你是咧烦恼讲？伊两个感情恢复，还阁甜蜜刷新。嗯，我咧烦恼啥啦？啊，子文甲桂香两个人感情遐尼啊好，生存呢，啊，这有啥物唔对啊？嗯，唔对呢。当初你讲桂香是周家的寡女，啊，你反对伊甲子文斗阵呢？啊，你今嘛无反对，阁颠倒咧生存呢？我看吼，你无迄个心啦，你是凊彩讲讲的啦。拜托，一个寡女吼，总比小查某较赢。搁再讲，我是叫因订婚尔，也无叫因结婚。啥？大姐啊，原来你是要利用桂香，逼走翠萍，啊，让翠萍感觉讲家己无机会啊，主动离开朱文，啊，你才搁来对付桂香，你安尼一个一个对付，哦，你是来真厉害呢。我安尼讲对无？那是你讲的啊，我也无讲啊。你这个查某心肝啊，这么浓度，我看你吼根本都无心肝啦。你吼都是吃毒药大汉的啦，无你安尼规巴肚吼拢全歹步啦。哎，啊你讲话较好听咧好无？利用桂香嘛是你讲的，啊要拆散朱文甲翠萍嘛是你讲的，我拢无讲到半句哦。哎，你莫煞煞对我遮来呢。我再讲吼，我嘛真喜欢桂香，给我做新妇啊。敢真正是安尼？不可能啦！伊哪敢这么好心哦？涂骹地当捡着黄金。我甲你警告啦，米奇啊！你若敢伫咧主文的面头前吼，讲遐有诶无诶，我绝对无要放你煞，你知无？你家己做的歹代志啊，搁惊人讲。假使讲吼，你若害我甲朱文拆破面，等若大选倒来时阵，看咱一个好好的家，互你母甲农家散体，看伊心脏病是毋是会压起来？你吼唔免提大选伫咧威胁我啦。我甲你讲啦，这个家吼若是农家散体啊，你都要负全部的责任啦。朱文是你的亲后生呢。你都敢设计啊！我看你这個人哦，真正是无心肠啦，无心肝啦，你的心肝哦，叫狗包去啊！不要紧啦，虽在你安那讲啦，麦弟我是为着考驾好啦。先说讲，你若是要叫朱文甲翠萍斗阵，后摆若生到一个吼神经病囡仔出来，迄个时阵哦，你都要负责。该气死死人啦！柯主任，你到底是安怎？你不是很喜欢桂香的，你是在丢丢什么？怎么样？人说哦，歹事若真，好事就跟你来。我现在要出院了，老头家娘又生存咱的感情，好事一层过一层。
注意哈，我相信咱的派出所已经真啊，好运就带来，你讲是无？对啊。我本来就是讲老头家娘，会嫌我出身无好，怕你袂得过。想袂到，伊竟然先讲订婚的代志呢，我是来感觉足意外。是啦，我嘛是。好看好不？已经好真济啊啦，无个发烧啊。爸爸，你真紧就要回去厝啊，有欢喜无？爸爸，阿姨给你讲一个好消息咯。阿姨跟你阿姑要订婚啊，你有欢喜无？决定要甲柯先生订婚的啊！啊，着今日下晡啦，老头家娘来游行，啊，我搁准备遐参详这件代志，所以才决定无外久啦。翠萍，较准也无去遐，时到你做伙来参加。恭喜你啊！其实我早就谢你，拢是捧你的金嘴。老头家娘再同意阮两个交往啊！桂英，啊，既然恁来啊，阿华就交予恁照顾。我妈妈一人伫咧厝里，我先来转啦。哦，好啊，你去无用你的，阿华我甲祖母要照顾就用啊。那就麻烦你啊。老爹家照顾桂英。就算你无奉判死刑，上少嘛爱关咧十年八年。你的翁婿无定着早就准备好离婚书，要甲你离婚啊啦！你嘛有话讲哦，阮翁足听话啦，而且阮翁是一个有头有面的大人物，一定甲我救一片，袂害我奉判刑。甲你辩护，你会当出去啊？我甲你讲，你又不信咯？紧开门啦！一定是林家唔甘我去王家走的苦啊！时阵要甲我抱出去，这个所在真正不是人住，我只想要自杀啦！你别安尼啊冲动啦，你千万来会记的，你巴肚内还佫一个性命在的。那恁你也叫林家紧甲我带离开这个所在啊！父母，交保的代志，有啦，林
计有派人去探听，结果嘞，伊搁讲啥物时阵我当出去？虎美，你听妈妈讲，卡叔讲，那是干那八卦花的代志，这落较好处理。啊，不过这个案件有牵涉到江中义这条人命，可能都无遐尼啊简单，通好交保。你家己要好好保重你家己的身体，千万唔通去动着胎气，才袂伤害到巴肚内的囡仔。囡仔，囡仔，你开嘴啊嘴都是囡仔，敢若亲像这个囡仔是人，我都唔是人同款。虎美，妈，你唔要乖乖弄好来。你不知道这场在关系是多痛苦，应该无要关心我，那你嘛同款。你心肝内敢有我肚内底这个囡仔？你啥物人有讲过我的死活？好，我跟你讲，你若是搁唔继续办法把我救出去，那安尼，我何必永远看袂到这个囡仔？虎美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永远都看袂到囡仔？啊！恁全家伙拢是遐尼自私，恁敢那关心恁王家的幽会？恁什么人真心关心我？富裕，自从你踏入阮王家的门，我敢有把你当作是外人？你甲玉英，我拢当作是阮的媳妇伫咧看待。我嘛是把你当作是厝内底一份子啊。敢讲妈妈这尼啊疼你，啊你拢感觉袂出来是无？妈，我知影你真疼我，也毋过你若是敢想办法把我抱出去，我伫这生活，真正是我会比死搁较艰苦啦。若要安尼，我故意带这个囡仔到底来去死死会较快活。虎美，你莫遐尼啊激动。会啦，我一定会催林杰吼，赶紧去安排甲你交保的代志。啊，你伫咧内底吼，你家己较保重一下，吼。有云是走去倒位啊？对，有云兴趣是做老师，应该去好找看嘛。阮的情，阮的心如何会行？懵懂的人，难道？送的温暖，心沉重，坠落海才知凄凉。情海茫茫天光，顺其自然如无梦，幸福美满到底离阮我遥远。情海茫茫阮一人，想要靠我受凄险。今生敢讲注定为情苦叹。小婷，小明兄，你哪在家？我拄好要去附近办一寡代志啊。有因离开王家，你敢知影？我唔知影。伊无甲伊联络？无啊。有因一个人在外口，需要趁钱才会当生活。伊的兴趣是做老师，伊若想要吃头路，应该找你斗相共才对啊。
有因姐啊，实在人这么多着，那就一定爱来找我。啊，不过你是读书班的老师，伊应该会甲联络才对啊。无啦，伊真正无来找我。小弟，你若知影有因人在倒，你一定要甲我讲。我四界在找，拢找无啦。我在想，应该在学校做老师才对。所以我一间学校找过一间，若找无有因，我会继续找落去。赵明兄，你是安怎一直要找有因姐啊？你是不是还袂放弃过去那段感情啊？我早就放弃，我对有因的感情。那安尼，你搁找有因姐要创啥？我刚想要知影。过了好不？你放心啦，伊过了真好。你要知影伊过了好。我的意思是讲，有英姐这么坚强，伊一定会过了真好的啦。小弟，你一定知影有英在做对吧？我真正唔知影。你一定知啦，你甲我讲，伊人即马在倒。我刚刚想要知影，伊即马过了好不？我袂去叫伊，我拜托你。你带我去见伊啊！你敢真正放弃你对有英姐的感情啊？是。你真正要造成伊的困扰吼？绝对袂。好啦，我带你去找有英姐啊。来啊！小田。你来啊，有英姐啊！有英，小平，你不是有答应我，你不再叫伊外星话？我是来找。我袂惊了你，也毋过我真烦恼你。你留一张离婚书，都离开王家，无人知影你去倒，嘛无人知影你敢会想袂开无？你安尼是要叫人安怎放心啊？是的啦，互你烦恼啊。啊，毋过这是我的家内事，我嘛无方便甲你讲啊。你莫讲实的，我知影你有你的苦衷。不过，有英，你拢这样度量啊，和王林家娶富美，为什么阁要离开王家？因为我想要离开感情的束缚，我想要专心做一个老师，我要单纯的过我的生活。就安尼尔？干那安尼对我来讲？都已经是一件真困难的代志啊！赵莲，你真正不应该过来找我。是的，我刚想要知影你过得好。我过得真好啊！我逐天跟遐囡仔做伙读书，做伙唱歌，啊，下课了后，我就转来遮教因的作业。啊，想要跟人讲话时阵。我就找秀田开讲，刚刚你看不出来，我真正过了真好。你的气色看起来真好，我这卖心情，就好参像是迄个篮球卡跟你熟悉，啤酒，佮快乐的代课老师。看到你过了真好，我就放心了。教练，其实我今仔看到你，我心内真欢喜。啊，不过这种欢喜，就好亲像是看到老朋友迄款的感觉，你敢有法度了解？我了解啊，即摆我来找你，
我嘛甲我家己讲过，免予过去的种种搅扰你即卖生活，所以我早一项物件要予你。这个瓶子代表咱我们开始，所以我想，也应该可以代表咱缘分结束。你敢会接受这个瓶子献给你？我当然也会接受，我真欢喜，你会安尼做。以前这间片啊，也写是真单纯、真快乐。不过你送给我了后，也写变到真悲伤。所以我有责任，把这片啊献给你。希望也写能跟以前同款，能吹出真快乐歌声。多谢你。就分了，稍加的货啊。本来是想讲送你到门口口的，啊，不过我的每一个脚步，拢表示我对你的感谢。说到安尼，愈行愈远，行到这来啊。你对我的感谢已经伤济啊，可以。你家己爱好保重诶，你嘛同款。你替我甲丽芬讲，讲我真好，叫伊免烦恼。我会甲伊讲诶。我祝福你。好啊，我要来去啊，你先回去。这是咱最后一摆见面啊，我真欢喜，咱拢无悲伤。多谢你，多谢你要爱过我，爱到遐尼啊天真，遐尼啊勇敢。
讲去，拢是为着这个囡仔。一个囡仔的性命就这么值钱，我的性命就这么下真心。假使我要倒落地，若是要因王家后悔，王家那边人根本就无要插我。我搁唔忙要靠因把我救出去，唔知是要等到民国几年。是要硬骂王林家迄个良心有够暴气的查甫人，也是迄个想孙想到头壳无清楚的老查某，归因靠我家己。死出去！顾碧啊，你就是咧记下的，那用这个态度对妈讲话？我唔对，我是咧起笑，真相信你是有野心要叫我出去。那个呢，一天拖过一天，你根本就是要伫老妈来自生自灭。顾碧，唔是安尼啦，下晡我唔是甲你讲过，我甲你讲啊，我连顾碧唔是叫我骗大。你莫叫是讲，你甲我讲几句好听话，我就相信你的鬼话。无要紧啊，你无要叫我出去，我无才调，咱家己出来。还唔过恁更死不求这条命，我记得恁王家祖母的。记得阮王家祖母，你这句话是啥物意思？意思就是讲，你永远都莫想想讲，我将我大个囡仔，互恁王家人做鬼做。我要让你王家绝后，我要让恁祖母下袂落去，安尼我才会甘愿。顾碧，你们现在是安怎？一开始伤害你家己，即摆搁要用迄巴肚内的囡仔来威胁我，无你是认为全世界只有你会晓生囡仔是？想无你甲红玉英都生袂出来。你即摆是咧讲啥哈？林家。好啦，父辈都已经倒在病床顶了，小娘伊一个卖嫁完啊。妈，也唔过伊利用囡仔来威胁咱，我实在忍受袂住啊。你忍受袂住？你当初奈要让伊有囡仔？林家，赶紧想办法甲抱出来，无上无嘛抱伊出来外口，医生看，卖搁再让伊关倒等于监狱内底啊。妈，林家。就算讲妈妈拜托你，拜托你赶紧去处理这件代志，好不好？正常的人关伫内底都袂堪的啊，莫讲是伊即摆巴肚内已经有心病，搁再拖落去吼，安尼大家拢痛苦啦。我继续讲话。何必？你有听到吼？人家已经答应了。啊！你家己吼爱好啊，保重，唔通卡袂着，就摕囡仔来伫倒去，好。等伊真正处理好势，才去讲。阿妈，你倒位好啊？你照教完呢，叫伊看一下好不好？华姨要看麦，
这个就是华华的妈妈，对不？男的这个就是叫变阿姑咯。阿姑，你早去倒位？我这久无看到你啊呢，我就失联呢。华华，阿姨一看就知影，这个就是华华，对不？要唔过，你阿姐早起呐是啥啊？是我。丽君阿姨，因为你对我真好，我嘛真介意你啊。是的啦，阿姨袂记你，你即马袂用讲话。你想阿姑对不？好啊，你莫艰苦啦。招兵阿姑若是知影你伫咧想伊，一定真紧就会倒来陪你啊。到时阵你就用甲招兵阿姑做伙生活，做伙耍啊，安尼好无？阿姑，你紧倒来陪我耍啊，我就想你呢。招兵，唔若我想你。我嘛足想你，我的心内话，你敢听会着？你来啊，结婚，华华出院手术已经办好啊，那现倒来厝啊。华华，你也当出院啊呢？你有欢喜无？华华，从今日开始哦，你能待在厝，免阁待在病院哦。阿姨哦，甲你物件看看嘞，哈。就好安尼，我安尼回去，唔知妈妈还有阿姑敢有伫咧等我。不用，我来甲你斗相共啊。不要紧啦，我家己来就好。朱文兄，你有心事吗？无，什么心事？佫讲无，自你离来到今嘛，一直咧戆神戆神的，是毋是有甚物代志袂解决？无啦，可能是公司的代志较无闲啦，看起来较忝，较无精神。朱文兄，公司的代志咧无闲，也毋过你至少嘛要拨一点仔时间，甲桂香准备你结婚的物件。这我知影啦，我会尽量拨时间去准备订婚的代志。订婚？你莫骗朱文兄啦，最近拢咧无闲。伊即马哦，无时间去传阮结婚的物件啦。哎，桂香，你莫逐摆拢替朱文兄讲话好无？公司的代志，敢有比婚事搁较重要？朱文兄，一个查囡仔一世人，就敢若会用结一摆婚哦？你袂用让桂香失望的。那安尼，等下我带华华转去，恁两个就趁这个时间去买一挂订婚的物件。啊，安尼小可麻烦啊。我看，也是连讲我搁带桂香哦，去把这代志办办的。是啊，丽云，无这么着急啦。是，恁拢袂着急，那恁做我着急好不？做朋友。恁最近为着华华还有公司的代志，这尔无闲，就趁这个机会出去行行的嘛。朱文兄，你敢有时间？我有时间啊，无，咱即马就出去行行的，吼。丽云啊，啊华华就麻烦你啊。哪会麻烦啊？啊，唔紧去。桂香，翠田，阿妈你等下。嘿，来来，拍个电话，我陪你等下，紧吃一包来。翠田。朱文，
啊，你毋是真无闲陪恁女朋友要去买迄个订婚的物件，啊，哪会才半工走来阮家要创啥哈？哦，对，桂勇是我的女朋友，啊，不过订婚的代志是阮妈妈决定的。莫逐项代志吼，拢撒回恁妈妈遐去啦。你甲阮翠萍，还佫有即卖的女朋友，拢共款。你查甫囝呢？你家己做的代志，你毋着爱应该爱家己负责任才对。我知影，我知影，我亏欠翠萍，我毋只特别关心伊。头拄啊，我看到你买药啊，我叫是讲，是毋是翠萍的病佫野起来啊？莫踮遐六个月挂彩加有心啦，恁女朋友顾好就好啊啦，莫了加神加大咧关心阮翠萍。柯主文，我有啥物话我着直接讲，我也袂安尼当冤世界。那阮查某囝翠萍，我是上了解。我嘛知影讲吼，伊到这个时阵，还阁无法度甲你吼放互袂记，更加无法度袂记讲恁七年前迄段感情。妈，莫去讲啊啦。好啦，翠萍，你莫当妈妈啦，妈妈吼，这话讲个清楚啦。所以讲，柯主文，假使你若有心，想要弥补阮翠萍，安尼你就直接和伊有缘分，莫和伊安尼这尔啊委屈，伫咧过日子。我讲安尼，你敢做会到？阿母，你嘛知影，我即马有女朋友。女朋友是你的代志，你真正若愿意的时阵，女朋友迄边你就甲解决了清楚。再来阮家提亲，甲阮翠萍吼娶入门。啊，若无的时阵，我也希望讲吼，你莫来搅扰我甲阮翠萍的生活。大门伫遐，你顺行。我敢会甲翠萍讲几句话，讲了我就随走。你人是不是不爽快？有要紧吗？我无代志啦，我只不过是感觉头壳疼疼。你无代志，我就放心啦。翠萍，我阁需要一段时间好好想看卖，我到底要安怎做，才对得起你，嘛袂伤害到桂香。你敢愿意给我时间？主文，我已经讲过啊，咱是朋友，你无对不起我，你嘛无需要为我做啥物啊。啊，明明就是伊欠你的，啊，你拢搁替伊在讲话，啊，搁讲哦，要甲伊当作朋友伫咧行。柯主文，我话已经讲啊足清楚啊，你若是要搁甲阮查某囝安尼高高低吼，你以后就免孝顺，讲要踏入阮家的门一脚步啦。好啦好啦，阿妈莫讲唔着好。柯主文，我拄则讲遐话，我希望吼你斟酌想看卖咧哈。主文，我妈这人就是安尼，有啥物讲啥物，请你莫见怪啊。对啦，我知影，我先来走。加油！妈，你嘛知影对不起我，是主文伊妈妈，伊啥物都拢唔知影，你啥物安尼怪伊啦？翠萍啊，天下父母心啦！妈妈会安尼做，拢是顾你，为你好啊！你家己有想看卖无？七年安尼，你为着主文破病七年，这嘛真无简单，病才好尔。妈妈哪会当让伊吼，搁来糟蹋你，搁来伤害你？
上佳好吼，伊是紧甲你带入门啦。啊，若无吼，就永远拢莫见面啦。钟爷最近感觉怪怪，拢安尼失神失神，毋知咧想啥，搁常常无看伊人影，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？钟爷，小明，你回来啊？是啊。啊，你找到游英姐无？有啦，我找到游英啊。啊，游英姐即马过了好无？伊过也袂歹啦，伊即马伫国民校教书。家族一直是上爱的工课，看会出来，伊即马真快乐，而且比在王家时阵搁较好。那是安尼，我嘛足替刘英姊也欢喜的，会用做家己喜欢的代志，这是上幸福的。是啊，而且伊即马笑容搁较济啊，我想伊总算是找到伊家己的理想，我嘛祝福伊啊。我希望伊永远连甲即马同款，拢真快乐，真满足。对啊，小明，啊，平娜嘞，平娜你够有闲哦伊。伊个平娜，我已经。小明，你回来啊！大夫。阿姑，你真正第一出动我，我就欢迎嘞。阿姑足想你的，这段时间阿姑四处在找你，拢找无你的人，就是永远看袂到你啊！阿姑，我就惊呢，惊我明夜看到你干妈妈。妈妈，你也唔讲话。我话那唔讲话啊！小明，你先留下休困一下，我甲丽云慢慢讲给你听。我话是的，当时阿姑无甲伊顾好，才害你伫外口吃苦。也毋过你放心，阿姑一定想各种办法来甲伊医好。让你搁开嘴叫我阿姑，搁唱歌给阿姑听，好不好？阿姑，你别艰苦啊，我已经回来啊。我相信只要有阿姑在，我一定啊，经济就会好起来啊。佳明，你别艰苦啦，我相信有你陪伴华华，华华已经真紧跟你讲话啊。是啊，佳明，敢知影华华在医生馆的时阵有画图？队内面有四个人，其中一个就是你，所以我想哦，娃娃一定就想你的，伊才会为你啊。嘉欣，娃娃，你放心，阿姑绝对会搁甲你分开啊，好不好？别紧，你偷偷讲，阿姑每天会陪你练讲话，练到你会晓讲话为止，好不好？阿姑，我相信你绝对袂骗我的。裴嘉明，王林杰，你真嚣掰呢，人未到啥先到，你来阮家要创啥？我当然不是来找你，我是听讲裴嘉明已经回来啊，所以今仔日我专工来拜访一下。桂英，王林杰，你找我有什么代志啊？听讲你即马四月在探听阮某的下落，所以今日我专工人甲你请问一下，有影即马人伫倒？就算讲我知影伊人伫倒，我嘛袂甲伊讲。白嘉明，我即马是咧好声声甲你讲话，你毋通毋知影好歹？敢讲你希望我用无客气的方法甲你问？无客气的方法？请问是甚物方法？
是甲炮啊绑在我的身躯顶，或者是讲拍是无？你就是我唔敢讲安尼做甚？阿兄，你莫直接给落门好不好？这是我甲白嘉宾恩怨，你别管。王英杰，这是阮家呢，你闯来乱什么意思啊？我今日来这是要探听阮某的下落，唔是来甲你冤家。王英杰，你实在真可怜，家己的某走去倒拢唔知影，搁找我来讨宝，这种话传出去，你唔敢让人笑是无？搁再问你一遍，阮某后脚印伊人伫倒？我死都袂甲伊讲诶！你，伊袂会帮我阿姑啦！阿华，阿华，你阿上危险，你知影无？阿姑，你有危险，迄人想要欺负阿姑，我想要保护阿姑啊！王英杰，你到底想要安怎？白嘉宾，之前你靠有英来保护你，即摆竟然靠一个囡仔来保护你，你咧敢袂伤过冷静？你敢算是查某囝？上起码。有人跳出来听我，我亲像你，亲人一个一个离开你，总有一天你会变做一个无人照顾、无人关心的孤单老人。哎，嘉宾，哎呀，跳出来放开！你搞点点，我跟你讲，只要你跟我讲还有伊，我会当求有伊原谅我，我也是同款，会当过快乐日子。同款一句话，就算讲我知伊在做，我嘛袂跟伊讲。真正是偷背听！我不跟你讲话，阿姑，你这个坏人！华华，你也要讲话啊？阿姑，华华，你真正要讲话啊你？卖点卖点搬伊给我看嘞！我再问你一摆，阮某伊人伫倒？王林哥，你闹啥物啊？我已经甲伊讲过，我绝对袂甲伊讲的。还阁有。家婆欢迎你，请出去。白嘉宾，安怎？阿兄，你紧走啦，莫大家拢来这吵吵闹闹的。阿嫂拢已经离开啊，阁有啥物好相知？一到最后，你拢会用对就是啊。你紧走啦。丽芬啊，我是你的大兄嘞，你今嘛无替我讲话，竟然替白嘉宾你讲话，无采我开这样钱是让你英国去读书。即马连上基本的伦理拢袂记哩啊！遐，我嘛袂记哩，至少我袂亲像你，无欢喜就甲人脚手拍后断，害人身躯顶放炮啊！阿兄，是安怎对拢是你家己，唔对拢是别人，是安怎？我做代志袂你来干，搞定。你敢放嘴？我袂甲你断去。丽芬，你脚差唔是安尼嘞？你真是去让伊教歹的，王林杰，你讲伊什么话啊？什么让伊教歹？至少我是安分守己、清清白白在做人，无参像你啦。你的双手唔知包偌济人的血。你敢点去？我跟我小妹在讲话，你是插什么嘴？刘文，来等。你阿妈讲开歹啦，我不爱回去，你不爱回去啊。刘文。厝内即摆变成安尼，你敢无责任？你无讲实来做你出去，你敢对得起妈？你敢知影？妈即摆为着富美美一家代志消散落吧，身体阁无爽快。即摆恁大嫂无伫，敢讲你希望妈一人踮咧厝内无人照顾是？妈即摆身体无爽快。是啊。丽芬，你还是回去看阿母吧，你妈妈身体较重要。丽芬，快点走。这两年过啊，真正有够烦的，请都请袂走，搁三不五时来这乱。我嘛真正有遐歹人呢，华，拄像你这勇敢的呢，搁跳出来为恁阿姑哦。是啊，刚才有你呢，你拢唔惊歹人，足够的。我都看到歹人拍阿姑，我足烦恼的。
留下来。来，你甲阿舅讲，为什么你原本袂讲话，啊忽然间阁会讲话啊？静静，我好怕人掠走，我就惊，我想要讲话都讲袂出来。要不过我拄只看到阿舅，我知影伊一定会保护我，别阁让我破坏人掠去，安尼我就唔惊。所以即摆有嘉宾阿舅伫咧，华华就啥物拢唔惊，等于讲话啊，对不？嗯。华华，你放心，阿舅永远会在你的身躯边，甲伊保护，好不？你有较善无？妈，我真好啦。顶多是你，阿兄讲你最近身体无爽快。我身体无爽快，啊恁无伫咧我的身躯边，我的身体变哪会好？敢若烦恁的代志都烦袂了啦。妈，我即摆上烦恼就是富美。富美，你个歹查某又安怎？我看吼，伊上方管家拢讲起啊。最近吼，定提囡仔来甲我恐吓，叫我讲叫邻家赶紧甲报出来，若无伊就白让囡仔出事。伊哪会安尼啊？真正是愈来愈超过，啊，袂过来咱家，就对骂大细声，真正是无法无天的。我袂当用囡仔性命来滚生笑，我今日若无照伊的意思去做。伊会扣分，后摆唔知阁做出啥物，阁较惊人的代志啊袂？阿兄，拢是你啦，当初你就无应该甲伊带伊来。我敢要安尼做？最近我嘛叫伊烦到要死，即摆我会叫你转来，无就是惊虎皮公知影妈的心肝真软，会将伊食到到。伊即摆暂时踮在厝内底。一方面照顾妈，一方面监视虎皮，啊，若无我绝对袂放心。阿兄，妈即摆逐天安尼提心吊胆过日子，这个家已经让你母家无产就一个家啊啦。丽芬啊，拄则我去找白嘉宾，就是爱白嘉宾甲我讲，恁大嫂下落，安尼我只好着将伊只倒转来过咱较早的日子啊。啊，不过伊就是唔去甲我讲，你叫我是要安怎？你看，又过来啊！拢是别人的不对，你咪检讨你家己。阿嫂会离开，是因为你，不是嘉明。我是恁大兄，嘛是这个家一家之主，我免你来搞架势。你好话啦！啊，恁两个兄妹安奈一见面就爱安尼冤家啦？你安尼冤，对这个家庭敢有啥物帮助是无？你安一直冤一直冤，敢冤袂完哦？我做你妈妈的人，伫边仔听哦，我都听个心肝足疼的。妈，虎皮，你先出去无用。是。无你是安怎？才打转来，你著叫一个面相给我看。你唔通袂记住，我是你的阿嫂，请你较尊重的。我的阿嫂是洪玉英，我阿兄甲我阿嫂一干无离婚，我阿嫂永远是阮王家唯一，而且是合法的媳妇。啊你哦，只不过是一个用心计较抢人红色的第三者，袂见笑。你骂我袂见笑，啊是搁好对倒啊？七少人八少人，就当外口甲查甫人同居，这种代志讲出去，敢就会较好听是？真正是下心下贱。你，虎皮，你哪讲这款话啦？你莫想超过哦，这是阮家，你平时对我大细声啊？安怎？你袂见笑嘛？惊人讲？我不准你讲离婚。啥袂用的？
顶，伫楼顶。爹，做啥？伫楼顶啊！我脚底起来，你都放开啦！王明凯，这副兵真正是无法无天的，安怎？当作这个家是你做主？爹，好，卖生气啦。这个家乃变到安尼想啦。应该啦，你想我是搞跳死？对啦，都是我家己做得来的啦，我家己要摕物件堵我的脚，安尼敢袂用的？当然嘛用的，也唔过你要找麻烦，你就爱找你家己，唔通去找阮小妹。我警告你，以后对丽英讲话就较客气。王林家，你嘛太过偏心吗？你小妹讲话就会用的，我就袂当讲伊信。我嘛是啦，我嘛需要自尊啊。尊，做过酒家女的人，搁要讲自尊？我就知你全家伙仔拢看袂起我，敢若想要爱我无倒下底囡仔，根本就无爱我这个妈妈。好啊，我嘛已经看破啊，既然即马大家已经拆破面啊，我嘛无需要客气啊。你咧为何？你即马想我是看笑，你即马是咧甲啥物人讲话？王林杰，你毋免见这面相给我看，我才无爱甲你信到。除了我巴肚内底囡仔，我阁有你所有做歹代志的罪证。你卖假酒，放火烧布厂，阁派人去台五镇着灭口，这所有失掉的代志，我拢记甲一清二楚。台五镇就是你的主意，没有这件代志威胁我。你唔通袂记住，你是一家之主，我只是一个乱流的查某人。假使警方若真是要查起来，因敢会相信讲是我使用你安尼做？林富美，你真正是够卑鄙！敢若卑鄙嘛，比袂过你台中放火。林富美，王林杰，你上好是对我较好，要若无我钱，我真的是袂爽。我就将你所有罪证拢都揭出来！你真是别跟我比，你真是不知死活嘞！伊把天公白当保庇你，会用看到明仔日头。你唔通袂记起啦！我今嘛是两条性命，你敢真是要搏这大？那是为了要将囡仔留落来，就要跟你牵头白清。安尼我甘愿和你两个人做伙享受。好，那恁你要动手。你当作我唔敢信，你上好是卖阁刺激我。我唔是伫咧刺激，我是咧警告。因为我已经将你所有的罪证，拢写伫一本簿仔顶面，交予我的姊妹仔破保管。假使我若是有啥物意外，因就会将这本簿仔交予警方。到时阵你是活尔啊凄惨落魄，我想你心肝会知知。所以我要考劝你，你最好是莫这么冲动啦。人咧讲细字无是本，可算你若是一个无细字，就爱食一世人的免钱饭安尼。早知影代志变成安尼，当初你有心时阵，我就应该将你解决掉。我绝对袂让你留到今仔日来做法。你今晚要后悔已经未晚。在咧过日子，我讲安尼，你敢做会到？阿母，你嘛知影，我即马有女朋友。女朋友是你的代志，你真正若愿意的时阵，女朋友迄边你着甲解决了清楚，再来阮家提亲，甲阮翠萍吼娶入门。不用，
嘉宾，你来啊！华华，有一个礼物要送你啊！哦，华华，你要送我礼物了？因为你一定很欢喜啊！你在讲话啊？这就是我们送给你的礼物。对，这就是送给我最好的礼物哈！乖乖乖，就好。不用，啊，华华是安怎好的啊？啊！在王明家来，来找小明，啊，跟小明去冲突。华华最勇敢的哦，佮走去骂王明家的。你看王明家这个人，外国人玩啊，袂晓讲话，拢会起家来讲话啊。安尼讲起来哦，看起来说者多声的啊。莫讲迄个人啊，其实我今日来找恁，是因为今日是重要日子，我要找恁做伙等伊食饭。什么重要日子啊？今天是我的生日。生日？你的生日？无怪，你拄食第一道的拢唔讲，来这是要让我们欢喜一下是无？啊，安尼我赶紧去买礼物送你啦。买啦。一定爱啦。桂香，你甲我讲，你讲一下。我歹势讲。这有啥物通我歹势啦？我知影啦。做偌久，过下伊哦，最想要爱礼物就是你啊！华华，我你实在哦。怎么样？不要紧啦，你啥物拢免买，做伙食饭就好啊。喂，嘿，我是。哦，哦好，我随过，哈。什么代志这么紧急？有一个客户啦，讲爱跟我见面，讲生意。桂香，我看你先准备好。安尼，你敢会回来？会啦，我搁会买礼物送。桂香，咱先用主管遐去讲生意啊，我安先回来。无你生意无闲，我先回来。主文哦，连你都转来啦，吼！主文去日本结婚啊，伊袂转来啊！去日本结婚啊？无啦，主文无去日本啊，伊连明仔就转来啦，吼！快啦，吼！主文去日本啊，我的主文去日本结婚啊，伊袂转来，我要找我的主文，我要找我的主文啦！主文啦，找我主文！志明，志明！朱文回来嘞！朱文回来哦！嘿，妈妈来甲开门哦，吼！我不要，我快点安尼啊！我甲我谈了咯。我唔是啥，我眼睛都望唔是啥。来啊，来啊啦！朱文啊！出边了，值班间的啦。哦。阿华嘞，阿华嘞，阿华，翠萍啊！翠萍，翠萍，我阿华嘞，翠萍啊，翠萍，翠萍，你不是要找阿华啦？你是要找朱文啊？啊，朱文都回来啊。朱文，哎呀，我是朱文啊，你在找我对不？你是歹人，你害小孩囡仔，你出去，出去！你害小孩囡仔，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翠萍，你开冷静来，你开冷静来，好不？翠萍啊，朱文袂害囡仔啦，你袂去伤害着阿华啦，你放心啦吼。啊，你唔是讲要甲朱文见面，啊，伊都倒转来啊。你歹人。你害小孩囡仔，你出去！你是歹人，你出去！出去！我要报复坏囡仔，你出去！翠萍啊！翠萍啊！我叫翠萍啊！你看你眼睛的啦，翠萍，你别安尼好无啦？听妈妈的话啦，翠萍，我要好嘞，我要好。你赶紧给苗条朋友讲啦！
没代志啊，没代志啊。喂，我，你走，你走，你别过来，别过来，你别过来，你别过来，你现在很怕了呢。别过来，现在药多吃下，念命就好了，好。菜拢差不多啊，阿汤哦，就赶煮饭遐转来，我再捧出来。哇，这胖的呢！我巴肚枵哦。煮饭遐哪会袂转来？煮饭遐去讲生理，时间较歹控制啊。阿无小明，你先吃啦。唔免啦，我等煮饭遐转来。阿无华华，你先吃好不好？我看到外华哦，已经枵到巴肚咕咕叫啊！阿英先吃哦，多谢阿英啊，来，紧吃。阿英，吃较慢嘞，唔然你加着。进前来问题的时阵，伊拢斗相共。今摆伊无住伫遮，食饭兼一个人，实在足不惯性。还阁有啊。伊若是伫个，你今仔日生日，一定会搁教导的。阿姑，你伫个耍金吗？伊那人食饭卖配话啊，赶紧食。阿妈，你那句意思吼，是讲你食好饱，啊若食饱，要讲你阿金的代志才讲啦。好啦好啦，你要笑就去笑，非得你今仔日生日，你上大啦。哦，安尼哦，我就希望我大刚拢生你。娃娃，食饭啊！朱文兄，你是要回来无？自你顶摆来过了，翠萍的精神都一直拢无稳定。到到拄只，我要打电话给你的进前，我嘛不知伊是安怎，家一个人坐伫个眠床顶，拢无爱讲话，佫一直哭。伊讲要找你，所以我毋才打电话给你。啊无，我嘛足无想要麻烦你的。不要紧啊，假使翠萍若需要我。你甲我讲一声，我会过来陪你。我希望你会当陪阮翠萍一世人。拄则你嘛有看到啊，一七八年来，阮翠萍的边那行起来，伊就是安尼。我一个做妈妈的，真正嘛唔知要安怎。替伊找医生诶，有医生看甲无医生啊，有姓名嘛问甲无姓名。即卖阮两母仔囝，是有目屎嘛流甲无目屎。朱文，俺明年岁也遮济啊。我嘛唔知影讲还阁有偌济时间会当照顾翠萍，所以我毋才要求讲，你予翠萍有一个名分。等下我有一天，两脚若亮得起的时阵，我就免烦恼阮翠萍无人照顾。歹势啦，我知影讲哦。我安尼甲你要求，真正有较自私，请你谅解。阿母，你唔通安尼讲。朱文，你是毋是肯答应阿母，予翠萍一个名分？阿母，我知影你真烦恼翠萍的病，不过你放心。
我会替伊找上好的医生来给伊治，我嘛会尽我上大的力量来照顾伊。听你安尼讲，你是唔肯朝阮出面就对啊啦吼。先从娃娃里面困啊！来，娃娃，这样啊，我就带你入去困啊。那不过，那我白天阿姨才跟你讲呢，妈白休息你快乐过啊。不要紧啊，娃娃，你就跟阿姨讲生日快乐啊。阿姨生日嘛要过啊，今日个免切啦，然后明仔再吃，哈。你跟阿姑入去困。哦。贵哦，祖文兄可能是有代志耽误着啊，卖阁等啊，较紧困啊。我知啦，我明仔休息了就来困啊。来，你去困。祖文兄，你到底去倒位？算讲甲客户讲生理，嘛应该要转来啊。阿是，你根本就甲我生理放袂记啊。